特区政府一直全力促进香港与内地文化交融、民心相通。我更鼓励你们完成学业后，无论回到香港，还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以及内地的不同的省市工作，都可以以国家的广阔空间大展所长，更可以担当香港与内地合作的重要桥梁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。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点，拥有国际大都会的独特魅力。过去几年以来，香港各项的大型跨境基建、博览设施、旅游项目、交通网络等都相继落成和优化，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。我希望各位在北京生活的同学们、朋友们都能担当香港的代言人和金名片，积极向你们的在北京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老朋友、新朋友多宣传香港的活力澎湃，用你们的青春朝气讲好香港故事，鼓励更多不同地方的朋友来香港旅游、求学以及发展事业，享受生活。